来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现场这一望，我是老郭，丸子开团啦、然后又找了高手来哈，我是打酱油的哈，打酱油的，打酱油的来了，打酱油的来了。希望不要被骂哈。这一次是打酱油的，还没有药吃啊。哦，三个五亿耶！天哪，三个五亿！哦，好强！鬼气执念，鬼气执念。其实我们要学一下啦，这个五亿叠伤害的过程了，因为我们装没有那么好。哦，开红灯了，也不错哦。哦，大红灯出现了。其实他好像三四看起来哦，看起来就是开场一定会拉，开场会拉一下这样子，所以变成说，其实你的第一刀要打到龙是不容易的啦，第一刀打到龙，但是你一定要赶快让龙死哦，如果龙不死，其实对你来讲也是很危险。夜叉显现，好，夜叉显现，好，又拉了，又拉了，又被拉走了。
哎，帅有打到25万，我又看到就很帅了，看到就帅了，看到就帅了。哦，好，5000×5=11万。就在拉了，讨厌鬼，为什么会老是会拉人，拉倒人？这个魔龙的火焰，哦，还好，不是那个，叉形象，夜叉形象，要装夜叉形象。哦，85万，吓死人了！夜叉形象，哇，要打到了，好爽啊！鸡也真是厉害，哦，抓到那个空了，剑锋乱舞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回来，剑锋乱舞。积蓄值34730。对，有一个五亿大炮实在是很厉害哈、哦，又何况这里有两个、哦，厉害厉害。63410。Double 嘞，3473630。
夜叉行星，然后装了夜叉行星。这么强，满的，默默，我的积蓄值满了。期待了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好，那就到这里，11分钟哦，有够快，三个无敌实在太可怕了。好，那就到这里，无敌打龙了哈，无敌打龙，11分12分哦，有够快啊。好，那就到这里。我是老郭，欢迎来到新的职业网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